好了，我们开放 call in， 第一位是高雄黄先生，黄先生你好，黄先。哎、欸，郑先生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台民兄大家好哈。嗨，今天我看到说，中美军终于要出手了。哎，我们号称我们平民的中美军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全国百姓来注意来看，来看这个问题哈。嗯。我们马英九马总统三年多来的执政，难道这么烂？难道我们周美清周第一夫人没有责任吗？嗯，你说你都走入人群，可是你敢有去考欢迎马英九说进外靠这么多人这么多痛苦的百姓、嗯、你都没有跟马英九讲说那么多百姓这么痛苦，你都没有跟他们讲吗、嗯、所以我跟周美清说，你能够说刚才说皇帝的时代都哦，第一夫人都在后宫不干政嘛，哈、哦嗯。可是周美清，你可以写写说，我们的孝庄皇后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清朝不是可能要重写了？嗯。又没有康熙大帝，没有雍正王朝。嗯。啊，难道你周美清真的是那么让人家说，你说，公当南京说你是救世主吗？嗯、我认为我们百姓应该思考这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一个假象？好，你黄先生，谢谢哈、哦。好，来南港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。喂，黄大哥你好，各位来宾大家晚安。你好，嘿。喂，陈先生你好，请说。是这样子哦，根据今天主题啊，我在想哦，就是说讲真的，马英九是真的很无能，因为什么？他有太多的包袱，比如说像是绿卡，哎，哦，那是说之前有李清安被判。先例被判无罪，那事后呢？他可能就是说借这个名义啊，嗯，就可以脱罪。这个我是有这样子在猜测。那比如说，好，之前很多事情呢，可能就卡在他的身上，或者说国民党有些重大的决策，像是这次的农民津贴好了，嗯，那也是因为就是说可能有这样子大话新闻哦，在查证，那也有民进党啊。在反映真实的现象，那他是势必就要把这个农民津贴再加码呢。嗯，但我觉得之前那取的谐音哦，真的是很可恶啦，就是笑农民三，那好像是三六一三吧。嗯，三六三啊，那他一直在耻笑国民，那耻笑那个农民，你穷就穷，不然你想怎样，嗯、对不对？嗯、那还有第二点就是说。其实我觉得哦，他好像有在用挡箭牌。之前像那个周美清、库库嫂，嗯，也帮他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。那我觉得马英九可能是真的从市长开始的时候形象真的很好，嗯，哦，大家就是见到他这样子英俊的那种 baby face 啊，可能就会忘记，就是说啊，国民党后面一个团队，他有个幕后黑手在操作，嗯。那我觉得在礼拜一的时候，徐老师哦跟那个宁晃兄讲的真好。你看哦，就是那个什么请那个士农嘛，嗯，其实就是有打手哦、嗯，那就是说有一些是搞破坏的破坏分子藏匿在其中，嗯，那我觉得，你看像当初讲的主题，如果他事先表态他是国民党哦，他是泛蓝的，嗯，那但是他真的是中的时候，他们那边都没有两块钱的，或许大家会有点体认，嗯，可是事后查证真的有两块钱呐、啊，他们也是泛蓝的啊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。大家自由新政嘛，是哦。那我发表完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台中杨先生，杨先生，杨先生，洪宇啊，来宾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其实咱蔡英文哦，安尼伫这个基层安尼行哦，是啊，真侪较早支持拿军的哦，拢反倒转来支持，这有一个足大的现象，就是讲，嗯，这个民意代表也是跳阿卡，嗯，所代表的是背后一点。选民的心声，嗯，因无法度阁继续支持拿军啦，嗯，不是你一个人民意代表讲要支持就是支持啦，嗯，后壁是一批足大批选民的心声，嗯，心声是啥？你唔通阁支持拿军，嗯，今仔日台中为虾米拍数会变遮尼济？嗯，我一个足好的朋友，但了了伊是真好的结拜兄弟。在五啊，伫台中的南区啊。哎，如伊所讲的，规个台中有够多人是作反对的啊。哦、反对啥？反对这个不粘锅啊。嗯嗯嗯嗯。无血啊，无目屎。嗯嗯。你今仔日爸爸水灾，到去到南部一转，
嗯，当年李登辉921坐直升机就飞到到，无小心去撞到一个人过身去。人当年是安那救灾的，你马英九是安那救灾的？大家看在心肝内，对无？第二点，小朱代表是啥？咱淳朴的台湾人，自家大细汉，是大人教咱来勤俭，爱读地公啊，一路安尼勤俭打拼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本性。今仔日这小朱是所有的台湾人的一个本性。你马英九开钱安尼伫开，梦想家开落看完无去啊。唔是讲你今仔有啥物建设，以后会当予后代子孙都享受到嘛？唔是啊，你开你这个模型呢，代表是啥物？是社会福利吗？为什么你不爱将这钱用在真正需要的？助学贷款也好啊，种种这需要营养午餐有，这无钱人读册的囡仔辛苦顶的。第三点，三年前当我马英九的所需要的是啥？是咱生活的改善。但是我发现到生活无改善，贫富愈差愈大。你看什么大学生？出社会一个月领偌济，感觉早一个月领偌济。当年陈水扁伫就任的时阵，在任的时阵，大学生一个月才3-4万块，即马大学生出来一个月2万块，是，足可怜的啊。好，杨先生，谢谢吼。来，中立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黄姨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那个现场的那个来宾，大家好。黄姨哦，是，黄姨，我是讲恁拢食的红果哦，哎。啊，我有做一挂迄号了呢，保安服呢。我寄一挂给恁，给恁带，敢好？啊，我的平安符写啥？你敢知？写啥？自求多福。啊，即摆来号了，言归正传。哎。拢讲号了，有一部分的人拢讲阿扁啊，较早做了拢外卖员哇。都有多烂哦，至少还留有青山在。可是马先生执政这3年多来哦，就剩下5星旗还没有升上来。现在过来哦，我提醒那个全国的老百姓，回忆一下，看他当时哦，安怎感动台湾的老百姓，他有赢那200万票，当时怎么说？我家萧万长先生出山，伊就是咱台湾经济的总舵手。我弄准备好啊，我们没有新手上路的问题。我上任以后，经济会。好，陈先生，多谢哈，拍水哈，你记性开始别歪，不过呢，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了哈。来，不过啊，我不相信陈水扁执政8年了、啊，有媒体人被这个绿营啊告6条官司，好，我感动安尼3年我6条，还6条哈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政权了、啊、哈。来，云林的吴先生，吴先生，吴先，你好，吴先生，郑先生啊，边大家好哈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吴先生。我是现在要讲哦，拄啊讲到萧文忠，我想讲，较早算美酒要讲去外国咧讲的时阵，讲 WTO 有啥物有诶无诶，是这是毋是我萧文忠迄阵国民党讲的？对。哦，啊就，我早期就对啊，差不多10多年前迄阵马英九要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哦，伊专门咧欺负咱这善良老百姓。我捌甲伊讲一句讲，伊较早伊做市长的时候，第二年交通罚款20亿变40亿，你唔来记无？啊，这个问题伊会加税，伊在任伊即卖嘛是伊加税。你若像阮即卖分林遮啦。啊，你有点啊加咯无？咱是毋是台湾头啊台尾拢全点啊加咯？对。哎呀，足济条大条咯。拢算啥？算迄个啥石头咯？你无点啊搞哦，是，我边啊遮尔。啊，你若像讲即落政对啊，即讲即就我立法委员咧选咧。你像讲
啊，因是恁两个要怎走啦？我真看无咧。好，吴先生，拍摄吼，多谢你啦，嘿，真拍摄。来，三只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陈先，你好。那现在我在讲的就是说，像美金救我，阿扁救我，其实都没有用，不管是在野党或者执政党哈，你们一定要为我们民生的议题哈，我们社会要有重大的建设才有用。嗯，像现在目前在高房价的新北市、台北市，目前的社会住宅推出来一坪将近快要20万，那目前是没有人买得起，只有在三芝这个地方，不用推出，这里一坪只有6万块，那但是交通那么样的不方便，在台北新北市里面，既然有一坪6万块的房子，而目前我所看到很多我们年轻人哈，都陆续已经搬到三芝这个地区来，因为他们200多万就可以在这里买30几坪连车位，但是交通不方便，但是为什么？因为市区买不起，因为政府没有重大建设。你们花博花了140几亿，还有现在陆坪专案听说也花了好几百亿，你们可以把捷运直接从淡水直接延伸一直拉到基隆去，把交通都搞好，房价是不是就下来了？是不是不用搞社会住宅？你们一定要重视一点，三芝只有6万块钱，六万块钱的房价既然是在新北市，好，希望更谢谢哈。后来屏东的黄先生，黄先生，黄先啊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黄先，哎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咧讲哦，这个第一夫人周美青啦，讲伊的去处哦，是，哦，总统都唔知影啦，啊，那安尼我嘛做怀疑，因到底阿婆唔知有困做伙无啦，哦，这就是大家百姓哦爱思考的啦，哎，第二点哦，我咧讲这個台商啦，哦，是，大家爱听好势。咱台湾的有一句讲啦，讲咱的祖囝若嫁厝吼，爱有好的，爱有强的这个后头厝。啊，你台商走去中国去投资，对，哦，啊，你若无好的后头厝，你用欺负了。对，人伊讲一句话啦，水泥你啊。对不对？日本、美国的生意人去大陆设厂的时阵啦，伊若受到啥物不平，中共感觉对因上安怎？人因有正常的，诶国家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台湾的人爱思考，台商爱思考，唔茫打戆戆。黄先生，多谢你，讲了非常好。今天人家像国民党主张统一，一插台商哦，他理你干什么呢？就是今天还好有民进党坚持这么坚持主权，他想要统一，所以才会对台商有什么投资保障协定等等等保护台商的措施，不然他平常他怎么会理你呢？等一下回来啊，我们继续讨论，来先休息进广告。